守鲁州阵营，渔民判断冤情。
的呀他。啊，弟弟，贫富官报是孩儿打死的。啊？是你打死的？是孩儿打死的。你打死的呀？想起一辈工人来了，文祖堂前听父教训。
前不送过红了灯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来登神的了。夸口啊！哦，妾身不问便罢。说本爷，今夜
时期，胸中必有高见，来来来，只有家法在此，王妻夫人答一下，奉一声下官这里。
了，打吃了啊！你该如此。
臣下就明白了，臣下你就明白了。夫人明白何来呀？老爷明白何来？我问过秋儿，秋儿言道，秦府官报是他打死的，与他哥哥无干呐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？妾身问到丞相，丞相言道，秦府官报是丞相打死的，不与他弟弟相干。哎呀，还是不对呀。啊，老爷。夫人。妾身也有一拙见在此。哦，有何高见？老爷再去问丞相，妾身再去问秋儿，两下再对上一对，也就明白了。是啊，秋儿夫人亲身所养，有什么话必对夫人言讲。夫人请。儿啊，秦府官报到底是夫人打死的，是孩儿打死的？不是，是你也该推开一下。啊，这是可什么？不曾做什么？这上亲爹，下后土，为父母两心二字。是啊，知道两心才是啊。老爷不必多疑。哦，再去问来。再去问来。儿啊，到底是何人打死的？是孩儿打死的。好奴才，我两力也不干，这一回就明白了。我这才明白了，我这才明白。这一回明白了。老爷明白何来？夫人明白何来呀？妾身问到秋儿，秋儿言道，秦府官报是他哥哥打死的。哦，他站在一旁，手也不曾动啊。这是他说的。真是。呵呵，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我问过丞相，丞相言道，秦府官报是他兄弟打死的，他站在一旁，连手都没有动啊。妾身看来，一定是丞相打死的。官看来，一定是秋儿。丞相打死的。秋儿。丞相打死的。两次是一不是丞相，二不是秋儿，乃是刘延昌。此去呀，将人大夫家园代马，哪里去？去到秦府去偿命呐！老爷呀！啊！将秦府官报，并非两个奴才打死的，乃是我王国英。此次出衙将人打死丫鬟，你慢，哪里去呀？去到秦府，替你那儿子偿命啊！夫人，听你言来语去，下官倒明白了。明白何来？丞相将人打死，就叫他去偿命呐。秋儿你。秋儿。也叫他去偿命呐。老爷，此话怎讲啊？不明白的夫人，你慢慢的想啊。秋儿回着家来，尊声爹爹，下官在此。
他担待。这苦命孩儿回得下来，尊神爹爹。下官燕爸爸不敢与他作主，尊神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夫人，你要晓得，他的母亲早已不在，你是知道的呀。像这样有父母苦命的孩儿，理当去偿命呐。
回九路。哎呀，哎呀，逃逃。啊，很兄弟，逃走啊！叫他转来，让他去吧。换有话，只字语转。好，你某听，有话对你言讲。Oh!
人，哪一个不认得呀？手吧，我不放手。你撒手你好，哎。